搭完巴士之後就會行呢條橋多啲咯。去旺角啊，轉車啊，咁啊去旺角嗰邊轉車。都多㗎，翻學嗰陣時用咯。睇電視覺得呢度都幾得意，咁同小朋友嚟行下。而家有咗條新橋咧，舒服好多，方便嘅。有時過去呢個商場啊，過去嗰邊轉車啊。兩邊嘅風景幾靚啊！嗰邊睇到海。係啊，都方便嘅，因為你呢度 lift 上又 lift 落咁樣，肯定係方便過行嗰條曬斜路。呢度行平地會舒服啲，因為日日都咁樣斜上斜落，係啊，帶住佢會比較辛苦咯。都幾好啊，都幾完美啊！